好，我们现在报告各位委员，我们已足法定的人数，我们现在就开会，请宣读上一次的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中午12时至12时10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曼丽等16人，主席郭委员郑亮。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18案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第二三案院会通过删除，讨论事项编列顺序一，民进党党团陈委员曼丽提案通过11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4案，二请愿法第四条规定者一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变受理，含不请愿人。三一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15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会议记录确定。我们现在就来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跟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8年五月三日星期五、七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苏小慧的拟具《文化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三委员洪宗义的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四委员蔡宜瑜的拟具《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5至7委员吴其明的拟具《著作权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行政院功能业务与组织调整暂行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内政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八委员吴思邀的拟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9至10委员刘建国的拟具《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1委员陈雪珍的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委员已来函撤回。12至13委员余婉如的拟具《产业创新条例》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房屋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4至15委员蒋捷安的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教育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6至18委员廖国栋的拟具《国有财产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誓条例、总统副总统宣誓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9委员刘世芳的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0委员蒋乃馨的拟具贸易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1委员吴志扬的拟具公民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2委员姜永昌的拟具会计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3委员施一方的拟具会计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4委员林俊宪的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5至26委员吴坤玉的拟具传染病防治法、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7至29委员蔡世英的拟具劳动基准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0至32委员赵天麟的拟具行政法人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陆海空军刑法交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33委员王文章的拟具会计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34行政院函请审议陆海空军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公民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35行政院考试院函请审议教育人员内用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36司法院函请审议司法院主事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7至403内政部、行政院、陆委会、海委会、外交部、经济会、农委会、国发会、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渔能会、卫福部、环保署、劳动部、中央银行、金管会、财政部、交通部、通传会、故宫博物院、全序部、法务部、司法院、考选部、原民会、退辅会、国防部、审计部、主计总处、中研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404至414农委会、国安会、监察院、故宫博物院等函未预算案交相关委员会处理。415至416外交及国防、财政等委员会函为运会交付事项业经处理完竣及查照案。117内政委员会函为运会交付事项均已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查照案。118至426经济委员会等函为行政命令已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427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为请愿案经审查结果不成为议案。428至430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请查照案。
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江永昌等凝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二、委员陈曼丽等凝聚《特种勤务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三至八、委员赵天麟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家安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家情报工作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国家机密保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营业秘密法交经济、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陆海空军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九至十一，委员刘建国等凝聚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透析治疗师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二至十三，委员郭国文等凝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十四，委员黄秀芳等凝聚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五，委员吴思瑶等凝聚校园饮食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十六，委员周春密等凝聚公民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十七，委员林代化等凝聚司法院释字第七十八号解释暨公投第十二案施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八，行政院函请审议律师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九，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十，行政院函请审议陆海空军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二一，委员江启臣等凝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二二，委员沈智慧等凝聚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三，委员蒋万安等凝聚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二四至二六，有线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法、卫星广播电视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乙，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我们这个议程草案的报告事项的第十一案，委员来函要撤回，所以我们就予以删除。然后呢，目前呢，现在进行处理，我们先处理这个报告事项啊。请问照这个草案增列的部分有没有异议？增列的部分有异议。好，那我们报告事项等我们这个等讨论事项宣读发言完毕之后，我们就再来做一并的一个处理。那目前报告事项没有人登记发言，我们就先宣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至六案院会通过。第七案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第八案电业法条文修正案。第九案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十案中华民国刑法条文修正案。第十一案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第十二案监察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第十三案纠缠行为防治法草案等案。议事处增列：第十四案军人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第十五案军人抚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第十六案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条文修正案等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我们就是请登记的委员来做发言。我们第一位请李立芬委员。主席、各位委员，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列案顺序如下表：十二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谢谢。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立案顺序如下，共十二案：一、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修正案等案；三、军人保险条例修正案等案；四、军人抚恤条例修正案等案；五、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六、电业法条文修正案；七、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八、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九、中华民国刑法条文修正案；十、灾害防救法条文修正案；十一、监察法修正案等案；十二、纠缠行为防治法草案等案。宣读完毕。好，我们本次院会议程草案的内容，朝野党团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我们原潜力，我们就会将本次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现在散会。